在片场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？不知道。你现在最想吃的东西？现在没有。小时候最喜欢的卡通？小叮当。小叮当，为什么喜欢小叮当？因为有各式各样的道具可以用。如果你在拍戏的现场偷偷放了一个无声的臭屁，你会怎么办？没有试过。家人、朋友、恋人，如果这种三种人跟你约同一个时间见面，你会跟谁见？家人、朋友跟恋人哦，朋友。全身上下最满意的地方？下颚线。为什么选那个地方？因为男人就是要有清楚的下颚线。没有下颚线的人都不是男人。晚上失眠的话你会做什么？失眠哦，打坐。静坐吗？不是上 Clubhouse。 也有啦，都有。如果到饮料店的话，你通常会点些什么？通常会点他们的奶茶，先试试看他们基本应该有的样子。推荐一个你最喜欢的城市美食。哇，城市美食哦。台北的蚵仔煎。最喜欢的运动？最喜欢运动篮球。讲出自己演出第一个角色的名字。阿布。可以。甜甜圈还是昂咕贵？甜甜圈。最近最喜欢的一首歌？最近最喜欢一首歌《魔的原始人》。自己打歌。可以。三句话来推荐一下《我愿意》吧。信仰是一个是每一个人自由的权利，但是如何运用这个信仰关系到每一个人心中的信念。可以在这部剧里面看到不同的人怎么样使用信仰。我愿意，祝你幸福。